这是一条位于潍坊的自动化鹅鸭生产线，自动上板后经过两道清板除尘，做一次补土和两次底漆，接着是砂光，再做一次边漆，然后进入磨压加工，接着完成光固化，最后贴保护膜拆卸。整线长度40公里，加工速度去到9米每分钟，按4×80大板来算，1天8小时可以做到1900张板左右。